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，曾经拥有苏北乃至江苏最大的渔网市场。这是屋顶，老头在这说放快的，你们真给老头快，你还说快的，不能快哟，快他说了，你看呢？你看谁还看你气死我了？高龄啊，这是就是先相当于做两个步骤是吧？哎对，然后两个步骤，老爷来个腿。这是第一层吗？不是，这是第一层。这种网就只有一层是吧？啊，第一层。然后，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织好的是吧？嗯，下午再去拍嘛。啊，织好了以后，然后你们把它扎到这个边上。嗯，现在这个只能是手工扎吧？都是手工扎，基本上都是手工扎，没有自己扎的。以前也是，很多年前也是。以前也没扎。你扎这个扎多少年了？啊，十多年了。哎，扎不少年哟，小时候就开始扎了。小时候就开始扎了。哎，开始弄了。上大学就开始了。上大学就开始扎。多少年？那你就一直在扎这个吗？啊，平时就不农忙的时候就扎这个。十多年了，这十多年。这几年了。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工？出来就扎这个，就有了七八岁就开始扎这个。哦，小孩就开始扎。小时候呢，就扎的这样。嗯，直到那个过后呢，就开始扎的。几十年都是一样的网，一样的工艺啊，就没变过。右手拿这个，右手拿这个，典型的，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废。这就是成品，两端分别扎上漂浮和铅坠的渔网。没有固定的厂房，加工地点很随意，也不需要上岗培训。这是扎网的配套工程，绕梭子。这是扎网的配套工程，绕网板。人家说叫补牢工人，补牢工人。啊。这个就是板子，就是挨着起工人。啊。这是渔网的重要配件，铅坠的加工过程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。还只能是人工制作。这是按斤称的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是多少？50斤。50斤一包。哦。再那么重的话，就是不好拿了，有点拧不动。50斤一包，提是提不动，抱应该是抱得动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还是抱不动，很重。这个自制这个线有两根线，这个上面这个线叫颈线，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线叫尾线，一个颈线一个尾线，然后上面这个颈线呢是从我这个找出来的，这呢是金龙丝，是进口原料，国内生产的。嗯，对，出来啊，好像他说把这个线就在这个边上了。对，我们要每天。富基基木兰当户织，李口镇上唯一的现代花木兰。年纪比哪里看苦的，到安徽这边，安徽这边多嘞。安徽巢湖。我们这边不是叫什么苏北渔网市场吗？啊，那说明当时应该规模应该很大呀，因为家家我看那个商铺上面家家户户好像都在卖这个。后来打造得一弄呢，下边呢这个加工这个人，这要死一个就少一个。哦。没有人接班。啊，每人接班，也算是手工，对，都是手工业制作，对吧？年龄都是在60多岁，60-70岁几个人，老太婆在家待在山南那里的，都是在家加工这种，旁边没有。嗯，年轻人，年轻人没人干这个，年轻人没得人，不愿意干，是因为给挣的少还是？挣的少哎，一天30-40块钱，他就不愿意做这东西。所以多少的转型改行，这个少数人呢，停留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觉得你卖还能卖一部分。那未来你就是以后，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发展前途也不行，家家都来了继承一个，那就我呢没办法继承，因为呢这个市场，外边的市场是这么大，这个家里边呢就市场萎缩，
加工也萎缩，没有人。嗯，有没有可能以后有什么机器替代的？机器替代就是，因为但是你要说大的，嘛飞机大炮都能造得的，但是就还有这个市场太小，所以没法引。就是没有必要，比如说我没法引入这个机器。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夕阳产业，我们也不用羡慕百年手工作坊。正是因为科技的进步，才有了更多的选择，让留守在乡村还不愿意闲下来的人们能够挣一些补贴家用的钱，让他们充实起来才是最重要的。